就去讲，要争要拍，扑到两个目睭出泪汪汪。要你讲安怎？我一国人君，三爷的胸围有靠风度，咱就甲当作水来漂流啊！我知，也无悔的青春，青白比我彩，放心啦、我绝对为你忠心地安排。这个公主地位你哪无爱，我奉你社会傲娇来。安尼也是爱冥婚。爱我负责去，我打得去，打得你，我给你红色桃花生意啊！刚刚我跟你有你讲袂清，我所赐的是你，但我是红兄妹，你不应该做出阿罗无分之事，你完全都无自我检讨，唔知影反省，哪只姑姑对我负责，你给我一个交代，你以为我会当接受你的安排吗？你若无叫你放水路，你也无爱，安尼也无爱，安尼也无爱，无你变。你所做的遐位，亏恁兜，讲你是一国人君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若是予人见知，我是袂安怎样变成后宫个人徛起？若讲你唔惊批人，我甲你批评议论。批评啥？批评你是蠢姑娘啊！黑牛，我得变到这素丝，我迄只刀工也放袂去，牛血嘛无酸出来，伊哪会知影讲我是牛的啦？这个真厉害，你目睭会当看咧哦，烧烫袂使，我来问一下清楚。哎呀，好妹啊，你哪咧讲我是牛？我也是人，你来讲我是牛啦？我是皮轮花，皮轮花，皮轮你无人性哦。原来这个臭姑娘啊，是你讲我无人性，我无无分啊！我无办法躲在这所在，我继续面对你，红娘。喂，我恨你！查某囡仔是歹势哟，啊那爱爱搁加拜拜，啊三暝用完啉酒水，出去躲在迄个凉床内。听伊拄只咧气猜猜，我一个醒倒去，唔知要去投什么人。听讲皇帝是三江六院，朝阳嫔妃桃花生，规堆每暗的时阵啊，就亲像江外挂明楼。我若开着倒一间，我就有倒一间。嘿，我下暗敢若是为这群数来去呢，我即晚来去找，看伊为倒去来去追，来去了解一下后宫的环境咧。小弟，我是咧。